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我刚才从药店买回来的发烧止痛的药，主要是贝洛芬跟普热西痛。为什么我买这么多药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国内这些感冒发烧的药根本买不到。我妈有基础疾病，而且家里一盒感冒发烧的药都没有。所以我想想看呢，还是在英国给他们买一些寄回去比较好。其实现在呢，英国这些药品也是限购，每个人买2盒，所以我这也是走了好几家药店、超市才买到的。朋友圈里面阳的朋友、同学越来越多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我们看看都有些什么吧。这是。布洛芬，这个牌子比较出名，所以价格也就贵一点，2磅多一盒，16片。我在后面把用法、用量，还有能缓解什么什么症状都写上去了，方便他们老人家使用的时候可以看清楚一点。这是普通的布洛芬药片，价格非常便宜。只卖39p，也就是4块钱人民币左右，也是16片。这是扑热息痛，也是缓解发烧、头痛、喉咙痛等所有痛症都可以。还有，这是胶囊的，好，我们把它装进。袋子里面给他们寄回去，要寄给我爸、我妈，还有我老公、姐姐他们一家，家里都没有感冒药，现在都很难买得到。一次不要寄太多，寄4盒左右吧，因为现在海关我不知道会查得怎么样，听说会没收哎，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能赶快收到。希望这次疫情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度过吧，谢谢大家。下面我有一些视频是在药店拍的，主要是拍一些药品，种类跟价格的 希望大家看一下，谢谢。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多谢大家收睇，谢谢观看。Thanks for watching.
Please like, share, and subscribe.